Yixin. I just wanted to get your gift for my friend first. Bag transfer, okay? Yeah, of course, yeah. So a happy cooperation. Thank you. Me too, thank you. Enjoy your stay in handoff. Bye bye. Bye. Thank you, bye. 到底怎么回事啊，艾伦？你还是把他买下来了。人家不是不卖吗？我把整家店都买下来了。哇！太帅了吧！哎，那你刚下班没啊？害得我们跟做贼。对呀，对呀。哇！没什么，我只是想跟一心跑一会儿。再跑一会儿，那走啊，继续啊。
Hi. Daniel, where's Alan? Oh, Alan wanted me to tell you he can't make it today. What? Huh? 他竟然敢放咱们鸽子。 不会吧，他以前从来不这样的呀。So where is he? He's gone out to sea. Such a liar. So this is the local captain. I thought he might be able to help. Hello. Hello. Listen, all the boats are in, except for one. But the sea around here is really beautiful at the moment, so I can't see any really real problems. Do you really want me to call him? Can you contact him? Certainly, I'll give it a go. This is Normanville Jetty. Normanville Jetty. To any boats out on the ocean at the moment, could you please contact us here? Could you please contact us here, please, on this frequency? Any boats out on the ocean at the moment, could you contact me, please, on this frequency? Over.
放心吧，我爸我妈很好说话的。 爸妈，介绍一下陈一新。啊，你好，你好，伯父伯母好。哎，请坐吧。哎，坐。儿子，你也坐。我们早就想见你了，你比我们想象的可还要漂亮啊。<笑>是啊，是啊，儿子，挺有眼光。那当然了，我一直不让你给我介绍女朋友，还是有道理的吧？你们俩对今后。 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啊？这个我……这个我已经想好了。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你想让我到公司做事，反对我接手爱红酒这杯杂志，当时没有听您的。这次回来以后，我决定了，去公司帮您的忙，帮您分担一部分的责任。呦呦呦！一心啊，在澳洲这段时间你都对他做了些什么呀？啊，怎么这一回来，突然间？ 长大了，懂事儿了啊！<笑>儿子，你这个决定很好，可是你得跟我说句真心话，你舍得放下这本杂志吗？当然不舍得，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接班人，向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爱红酒以后的接班人陈奕欣小姐。艾伦，你在说什么呀？ 再过几个星期，我要去一趟法国。拍卖会的整个流程我已经安排好了。 下午我就会派人去杜山那儿把酒运回来，拉到酒店离酒店最近、最安全的仓库去。明天压轴大戏就要开演了。干得不错，王亮，就差最后一步了。等明天拍卖会一结束，王亮，单靠这笔佣金，你就可以成百万富翁了。你知道我在乎的不是钱，我知道，你要的是名誉。 你能得到的，你要走吗？对，去阿德莱德，一早到飞机。拍卖会怎么办？你已经证明自己了，我的审美结束了。我不知道，可是你不在，我怕这件事情会有问题啊。 该铺的路我都给你铺好了，就等你自己去收获了。谢谢你，师傅。不用谢我。 也不用叫我师傅，王炼，我们好像曾经说那样，我们现在是合伙人了。来，我们像合伙人一样握个手。王炼先生，我们今后还有很大的生意要一起做，还有很多的钱要一起赚。
我培养你，不是为了你的。啊！我还以为你培养我是为了别的什么。我不会教你那些没用的。 对了，黄恋，你住那个酒店，我给你长期包下来了。今后，你得需要一个好的办公室。再见。你明天真的不回来了吗？你一个人足够了。 这么华丽，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枚像这样的戒指呀？你忘了咱们的愿望了吗？我的愿望才是第一个嫁人，找一个完美的男朋友。你怎么给抢先了一步呀？杜山，咱们的愿望还没到实现的时候呢。我不管，我也想要男朋友，我也想结婚，我也想嫁人。别急呀，等到明天你的藏酒一拍卖了。 你可就成了身价千万的大小姐了，到时候啊，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排着队的等着送你戒指呢。<笑>你这么一说，弄得我跟个人老色衰的老富婆一样。啊，怎么办呢？我也想结婚，要不你送我个男朋友吧？好啊，那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嗯，就你这样的就行啦。有我这样的呀？一心。 我觉得你们家艾伦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全球顶级限量版优质男友了。哈哈哈哈哈！让你给收了，好福气啊！哎呀，杜山，你别这样说，他人还在这儿呢。<笑>就当我没在吧。哈哈哈哈哈！一心，怎么了？你们不知道。 我最近真的感觉好累呀，麒麟走了，那天也走了，蛋壳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守在这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无助和疲惫。振作起来，杜山，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都会回来的。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让我振作起来，什么办法？干嘛呀？就是让我在这里为你们准备一场史上最浪漫、最 shining 最华丽的婚礼。你们愿意让我振作起来吗？ 拍卖会结束之后，我就要立马进入婚礼准备战斗。一心，我向你保证，这场婚礼一定让你感动整整一辈子。嗯，啊，太好了，我好期待啊！<笑>你们一定要幸福呀。嗯，放心吧。 已经回来了，对吧？不关你的事，你不是已经跟那个什么安吉拉小姐在一起了吗？你们多幸福呀！所以别紧张，我随便问问。
我倒希望你不是随便问问，你真的不在乎了？我现在在乎的就是这些酒。老先生，你的酒装好了，我们走。哎，等等，别说你不在乎，怎么说那也是你曾经的一部分。把酒给我盖好了，白先生，我们走。白先生，酒放在我们这里，放心吧，绝对安全。谢谢。陈小姐，您看看，这是您的房间，还可以吧？嗯，很好。用我帮你收拾一下。哦，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的晚宴的服装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您看。这件可是我有自己的衣服，这可是特地为你制作的呀，这是郭先生和郭太太的一份心意。谢谢嫂，谢谢。陈先生让我提醒你，今天晚宴请您务必准时到达。这个星期每天的服装我都为你准备好了，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在这里边呢。以后您就不用为着装的事儿操心了，我们有专门的设计师为您定制搭配。嗯，这个我明白，可是我自己的衣服放在哪儿啊？这个交给我吧，我帮您找个地方。先告退了，希望你们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不要把自己当外人啊。嗯，我先走了啊。谢谢你。三次，成交。1982年的帕特佩圆筒木箱，总计144万，属于172号您这位先生了。这么多钱啊！下一个是不是就咱们了？按捺不住了，咱们那些酒。比这些贵多了。现在我们拍卖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批拍卖品，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产于1945年的 Mountains Mosschild。这批产品是我们最近发现的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拍卖品，我们一共有10箱产品，一共120瓶。每瓶的起拍价18万元，今天我们也附上了这批红酒的鉴定报告，由著名的青莲红酒评论家黄炼先生出具。这批传世佳酿就是在离本市不远的玻璃城堡酒庄发现的，今天酒庄的女主人年轻的杜山小姐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女士们、先生们，准备好你们手中的号牌，准备为这批传世佳酿竞价吧。18万5，19万，20万，
23万。172号的这位先生，一次性加价3万。25万。25万一次。25万两次。25万三次。源自于1945年的爵士侦查，属于您116号的这位先生了。我想提醒呢，这位先生，本次拍卖的最小的成交量是1箱，请问您一共要购买多少箱？10箱。哇！10箱？你确定要购买10箱？对。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是本拍卖行成立以来在红酒领域最大的一笔交易，3000万。恭喜你啊，杜山，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千万富婆了。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可是现实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不也一样，怎么也得赚个几百万吧。钱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什么意思？你不要啊？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肯定不是钱。走了，再见。黄先生，黄先生。明天我就要走了。我知道。决定了吗？决定什么？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别总是一副你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你对我又不好，我干嘛要跟你走？但是你心里最清楚，你留在这里，一切东西都不是你想要的。我在机场等你。人民币，买神！杜总，你家太牛了，从地底下挖出什么玩意儿来，卖的都那么金贵。不行，你赶紧给我倒杯水，我得缓缓。哦，谢谢。哎呀，行，三，别跟没见过钱似的。给我倒一杯。3000多万呢。今天呢，我就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心跟郭艾伦马上就要结婚了，咱们呀要在这里给他俩办一场像那批红酒一样史上留名的婚礼。我宣布，
咱们的婚礼策划 design 小组马上就要开始了。杜总，您觉得这瓶酒怎么样？我觉得不错。我也觉得不错。小璇，快下来，快下来！哎，你什么情况啊，戴凯？来啊！别啊！你那根本就不适合婚礼。I can smell without you。蛋壳，快出来吧，蛋壳！再不出来，一心要检查了哟。蛋壳，蛋壳。吧，这可是我们仨三天的劳动成果，不可以不表扬。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好，三、二、一，棒棒棒棒！嘿嘿嘿！哇，怎么样，叶欣？这可是照着我梦中的婚礼设计的。是啊，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太美了。快，明天你就美梦成真了。对呀、啊。
天你就要告别单身了。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位青春无敌美少女，不过多了一位温柔贤惠的好妻子。对啊，那我就不是美少女了。谁说的？咱们永远是少女，十八岁是，八十岁也是。对，谢谢你们。哎，蛋壳，你干嘛去了？哦，我去给你选礼物啦。送我什么呀？酒啊！蛋壳，你这礼物挑的也忒符合你口味了，真有心眼。那当然了。还记得这瓶酒吗？当然记得，蒙特莱呢，代表梦想的酒。还记得当初咱们许的愿吗？嗯。为了以后能够成为完美的女人，为了自由，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为了不能说的秘密，为了你们年轻的梦想，干杯！那就让我们在这儿把它喝掉吧，像当初一样，喝喝喝！我去拿酒杯。哎，等一下，不用酒杯，一样可以喝。咱们之前许的愿望，至少有一个人已经实现了，虽然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吧。一心，你嫁给了心爱的男人。嗯。不过我当时许的愿，为了自由，依旧算数，不管跟谁在一起。我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过还要再加一点。为了自己做出的选择，为了不后悔。哎，咋能这样呢？愿只能许一次，酒也只能喝一次。哎呀，终于到我了。哎，我呢，我离现在完美的女人越来越远了。我都不相信愿望。小轩，你要是变不成完美的女人，我觉得这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女人了。起码在我们心中，你就是最完美的。对呀，就做你自己就行了。嗯，那好吧，那我就为了我自己。其实我好害怕明天啊。一心，别瞎想了。就是啊，明天你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那一个了。人家那是婚前恐惧症是吧？你讨厌，别瞎说。我是怕从明天开始一切都会不一样，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咱们还能这样坐在一起聊天吗？当然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四个永远在一起。就是的，永远在一起，永远。